望楼传的是不退，说的容易。云集刺城，姚卫立利用望楼向逆贼张小静发令，为不退。不退？他懂什么叫不退？拿了。是。景色传急令，所有望楼即刻关闭，所有望楼武侯散搬归家。 关闭望楼，那我们还抓不着张都尉了。竟然私又发了一遍，令我无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听令，散办。